时代出道15周年，上一次回归已经是2017年，时隔5年的舞台让粉丝们是激动又期待。成员们近来陆续在 IG 上抛出在 SM 练习室练习的照片和影片，少女时代也特别为了粉丝推出了团体综艺《少女探探》。而在第一集出场时，每位成员各自穿上不同时期的造型，重现经典歌曲。Tiffany 跳了出道曲《再次重逢的世界》，Sunny 则选择《Run Devil Run》，任而重现 Hood 的复古风，被大赞跟10年前根本没有差别。秀英换上帅气西装打跳了 Boys， 萧元则选择了 I Got a Boy， 最后的余力和泰妍分别跳了 Lion Heart 和 All Night， 满满的回忆杀，整个太怀念。节目播出后， Sunny 和秀英也在 IG 上po出合照，可惜少了正在拍戏的徐玄。而先前成员曾透露这次将会以正规专辑回归，已经迫不及待看到8人完整体舞台啦。